为呢，这个主持人，我是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理事长黄嘉玲。那今天呢是台湾中华海峡对啦对啦跨业领袖组织联盟总部成立酒会揭牌的剪彩及记者会的流程啊，即将开幕哈。那我们今天来首先欢迎我们的这个就是活跃两岸哦，非常活跃，也身兼五个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呢，他也得到了这个最佳公益金融公益奖的这个殊荣哈。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潘静雅理事长来为我们简单的致辞。很高兴我的所有好朋友以及我们中华海峡两岸跨业领袖组织联盟的所有的联盟单位，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静雅哈，今天很高兴呢，我所有好朋友都得到这样的支持，由我们的中华两岸跨业联盟总会的黄云黄主席，也有我们中华中小企业跨业交流协会的吴金宝博士、吴普席，还有我们郭光荣郭教授，以及我们台美商务文化中心的詹正煌詹主席，还有我们美国商会的会长金会长，还有我们梅娟议员，还有我们明哲，还有我们最新团队哈，还有我们王院长，以及我们张文珍张理事长，还有我们好多好多好多的来宾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把两岸的交流，两岸这个组织希望能够集结这个组织。为什么前几天大家看到一个新闻哈，马云啊，他当上首富之后呢，马上二三四马上连结在一起。那大家知道他们缺钱吗？其实他们不缺钱啊，就是现在跨越不可能整合在一起之后呢，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创造更多更多的商机。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几个单位一起联盟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呢，能够希望能够在海峡两岸能够发展的更加的同和之间的这个连结可以更好啊。那你看我们的许志杰委员哈，他也是百忙当中特别拨冗前来哈。那我今天也欢迎他呢，刚好因为今天行程非常的满，我就让许志杰委员在这边接手跟大家问好，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联盟单位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孤军奋斗，我们现在是不再是单打独斗，我们是团体之间来去做更多的一个交流。我们欢迎许志杰许立委员。好，谢谢我们静雅潘理事长潘会长，联盟要叫做总统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贵宾啊，我们的国外的朋友都要听懂了吧？听懂了啊！我们的会长啊，石会长啊，好，我们陈议员，好，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两岸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都说民进党反服贸，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其实没有，我们不是反服贸，我们是希望，对，我们是反黑箱的服贸，我们是希望服贸要在一些配套。以前我们台湾的农产品跟大陆农产品交流的时候，其实陈水扁总统也开放了800多项农产品，其实很多但是开放了这么多农产品呢，还多了一个配套叫酒饮机制，就是说你农产品开完了啊，台语听懂吗？台语听懂哦，这老一点点啊，一点点啊，我想按照这么简单所以呢，其实那个酒饮机制就是我们会搭配农产品影响到农夫的，我们怎么样去配套去补救这样子的两岸的关系其实会比较完整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其实和平互助，彼此更强壮其实是不错我也曾经跟北京他们那边的朋友讲说我比较，其实你可以考虑组一个大中华经济圈那大中华经济圈就是说你也许就是中国香港是个城市，澳门是个城市，新加坡是个国家那东南亚的华人团体，欧美的华人团体，包括台湾，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那这样子会少了一点敏感的议题，但是呢，大家不要太去硬碰硬，
而是说大家怎么样，你大陆以一个老大哥的姿态去帮助所有的华人在全世界经济更好，好，啊，那大概就会有一个平衡点。好，所以呢，我在这边跟各位简单报告，我比较不忌讳，就是为什么跟两岸我也不忌讳，啊，因为我们希望说将来是大家都会更好，啊，但是呢，有一些太敏感的，就暂时不要彼此去强迫自己说，非要你讲怎么样不可，啊，安内大概都我觉得偏一点，啊，好了，天气很热，不要拖太多的时间，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行路有风，事业成功，万事皆通，啊，咱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哈，包括两岸啦哈，经济哈，那么当愈来愈好，啊，愈来愈成功，啊，感谢大家，谢谢。哎，谢谢，掌声鼓励。好，感谢我们许立伟哈，那我也收载的特别老练哈，啊，特别荣耀哈，真的很开心。那接下来这个是即时哈，这个即时我们准备要来剪彩了哈。那我们请各位哈来宾来就台前来哈，我们现在恭请我们中华海峡两岸跨越领袖组织联盟总董事的总召集人潘敬雅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许立伟以及我们的梅娟议员，还有我们的王建国院长。下面有看到的贵宾请就位哈。
源跟每个人做的事情都做了好一个整合之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就办岁末联欢，我们再把我们整个团队、我们整个组织、我们的联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连结。好，那大家要这个照片啊，联盟站不站？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我们谢谢李静蕾啊，重要大力的推动，两岸的互助。那台湾跟两岸啊，走到世界，其实这个是未来的潮流啊。我们也希望21世纪是中华民族的世纪，21世纪中华民族可以到全世界举起大拇指，说我们是最棒的。好，那当然，我们台湾跟两岸的关系，我一直很坚持，就是太敏感的议题，彼此不要特刻意去强调。经济上的互助，我们会大力的去推动。所以你来南台湾包括专线的华人我想一定会变成全世界非常重要。包括在东南亚都是华人为首为妓女投养。那我们希望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华人都是经济女投养。那也再次的谢谢经理，那我们做这么多贵宾，大家这位发表啊，待会的干货，一线的干货，我们很多问题的来，帮我干货，感谢大家，谢谢。好，各位尊敬的来宾以及长官，我今天看到一个简单隆重的一个开幕典礼，那么也看到了这么好的场所。聚集了近百家的这一个各个重要社团来组成的一个联盟，我想尤其是两岸的关系可以说是未来的这个我们未来的趋势，那么我们能够在两岸之间创造对我们中央民族更有利的一个地位我想要靠我们这一群今天呢来参加共襄盛举的各位好朋友。那么我特别借这个机会，祝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能够成功这个白首干首共进一路，也希望刚才潘会长讲的，我们以后呢能够看到更壮大也更雄壮更有发展的这种前途的一个组织呢能够在今天诞生。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这边我也跟各位在做介绍哈，介绍我们几位江盟的贵宾由我们中华两岸跨越联盟总会黄明宏总会长以及我们台北商文化中心张正煌张主任，我们请张主任也来跟我们讲两句话。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我相信那个两岸呢的交流会在静雅的协调之下呢会越来越发展。那同时我们今天也邀请到高雄美国商会的会长来参加，显示两岸美中台三方的贸易会越来越的发展。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美国商会会长史进史会长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大家讲几句话。用台语啦，用台语讲啦。I just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being here.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I'm glad to see that Kaohsiung, we are spurring on the economy. Very important. I hope to have closer and better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hope that all of you can come and join some of our American Chamber activities and membership. And we just want to thank you.Congratulations on the grand opening. Thank you, Dr. Thank you. Thank you, M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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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r. Lin.大卫主席也是全台湾省最漂亮的潘建雅潘理事长潘董事长还有潘大大
联盟的理事长，还有各位前排的贵宾，还有各位我们尊敬的企业界的领导者，生命中何其有幸，我能够在台湾认识了潘理事长。这个当中，我跟潘理事长交情很深，他也是我们亚太投资娘家协进会的荣誉理事长。那他今天这个开幕典礼，我非常的高兴。昨天就从台北回到台中，今天从台中来到高雄，来祝贺他。看到他今天这么的一个隆重的一个揭幕典礼，我要讲几句好话。人客大日来，泉州黄金拢总来。人客大日听，金银财宝满大厅。人客大日出，予咱年年春，年年富，年年买轿车，驶马路，搁兼起楼啊找人。三十秒钟讲甲一条，予你赚一条、十条、一百条的钱哈。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如春，五福进财，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亿万富翁，照品长存。安尼挂上十条，非常的感谢，下面祝福咱前头前所有来宾，一礼拜内底拢足欢喜足快乐，礼拜一。金银财宝面前顶，礼拜二健康快乐吃到200亿，礼拜三泉州黄金双头家，礼拜四欢喜快乐不放弃，礼拜五朋友贵人来相助，礼拜六赚钱赚到滚蛋蛋，礼拜天欢喜快乐求新鲜人，安尼话。啊！中国大陆啊，所有的领导都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就是重点计划，就是把我们潘理事长嫁出去，所以大家都要给他介绍一下男朋友哦，可以做上好的安排，可以以后都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哈。然后在这里祝福大家事事如意，福禄进财，六六大顺，圆满一生。搁祝福大家每一时刻都心清明，跟福到财来。最后送恁人生所追求上爱的五分的祝。身体健康，我们春风骄傲，我们事业成功，志在健康啊，安尼好。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咱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振章理事长，只要有他在，那我们就是披靡在厄摩总天哈，带着就是满满的学习与祝福。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也介绍我们的台湾回循环协会的金冠文博士。博士也请，博士，今天我们百业联盟呢特别注重在健康养生，为所有企业家，就是人类，我们的健康这个领域里面，一定要来去在平常的时候多注意。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回循环专家吴天放博士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健康回循环对我们多重要，好吗？来，今天非常欢迎两位领导。那么花了这么多时间啊，这么重要的工作的推动，我觉得我今天如果不参与，我就非常的对两岸的交流是没有意义，也许我不健康。刚才各位已经把该讲的话都讲完，那么我唱一条歌可以吗？你唱。
向企业界创造奇迹。OK， 谢谢。谢谢，好棒。啊，你干嘛？我来，他鬼地方鬼。来陪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谢谢，谢谢这么多来宾哈，这个所谓的大家来共享盛举哈。来到我们这个丽笙美馆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台哈，我们把这个中华海峡两岸跨越哈，这个领袖组织联盟组织给它成立哈，那就是以后这个平台就是让所有的各行各业的精英领袖们哈，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哈，大家互通有无哈，然后共存共荣哈，然后大家更能够创造更大的商机哈，让大家都能够更上一层楼哈。好，那今天很感谢大家在这么百忙之中来我们的丽笙音美馆哈。啊，那我在这边也现在跟大家再三说声谢谢，谢谢啊。那另外我们在这百业当中之后，我们有一个元素是我们大家的时候能够贯穿的哈，就是我们的所谓健康养生这一块哈。那就希望我们能够大家能够哈，在追求财富、追求事业的时候都能够。能够动灵啊，能够更加的美丽了哈，能够更加的健康哈，那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些活动的一个大的原因哈。那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 ATP 的二代机的新品发表哈。那这一个东西就是跨时代的发明了哈，就是说在过去的年代里面哈，大家都是说我们有了身体有了毛病以后都先找医师哈。那我们现在大家听到说预防胜于治疗。那谁知道预防怎么预防啊？那怎么做保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现在的科技之赐哈。那我们发明的这个所谓的细胞能量机哈，把所谓的中西医的医材在物理跟生化的疗法的东西哈，然后把它变成一台小小的一台机器啊，能够让所有人都可以用啊。那你也不需要医师背景啊，你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你学会所有的操作模式，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做保健的动作。而且是非常非常轻盈哈，就像我们手上这台机器一样，就这么小的一台机器而已啊。那这台机器就500公克重而已，那在出外旅游都可以来这使用啊。那这个非常简单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推给大家的，就是说哈，那为什么在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对自己的健康？都大家都很爱惜，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保健我们自己哈。那我们就用这个细胞能量机的方式哈，让你的细胞给活化哈。那我们知道老鹰是一个很长寿的动物哈，对对对。那老鹰的长寿动物，可是呢，它到40岁的那一年哈，它会有一个重生的动作哈，就是它把它的嘴巴给它敲断啊，爪子把它咬掉，然后把这个羽毛通通拔光，然后在5个月之内不吃不喝的方式，让它重生出来，变成一个新的老鹰出来。然后之后它可以再活30年哈，所以它整个寿命可以维持到70年之久。那我们人类没有办法这样的动作，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由细胞能量机的方式哈，让你细胞的在活化，然后再开始重生，让你回应到过去以往在年轻的时候有那么漂亮的身材啦、美貌啊，然后笑脸不迈路嘛哈，那健康哦，你就是财富嘛哈，那这个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有了健康，有了美貌，有了体力之后，你能够，我们就可以让你能够走上这条路哈。我们希望能量机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说10分钟，你只要给我10分钟，我就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就能让你体能增加一倍哈。你说，比如说平常上下班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上班一条龙，下班一条龙的时候。你给我10分钟，我就让你恢复你原有的体力啊。那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细胞能量机 ATP 的情况下，10分钟就可以让你耳聪目明，而且加聪明啊。那这个可以帮助你在人生的保健上能够走得更加的长久。谢谢。好，谢谢。那个可以说是由这个潘理事长他们先发动的。才有后续的各种发展，那可以说带给我们台湾很大的帮助。尤其高雄在自由贸易示范区要推动的这个黄金10年当中，我们更需要靠我们高雄这些协会的理事长来帮忙。
我们以前啊都是大陆人不来高雄，但是实际上啊，现在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接到大陆团，那下个礼拜又有一个团要来，那我们在这边呢、为高雄的这个繁荣啊来发展。那谢谢各位给我这么一个时间讲几句话，感谢。谢谢我们王董事长哈。那看到的，我们刚才有一个健康管理的部分，那我们请他到前面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会，好不好？那我们掌声鼓励。没有手的话，我们用眼睛，用热烈的眼神期待着你。好，谢谢美丽的潘金阳潘理事长。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中华民国全民健康管理协会高雄分会秘书长，也是南华报南部的特派记者。那我们南华报呢，目前是做手机报还有网络报，那主要是在做两岸的资讯的交流。在大陆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南华报。那我们健康推广协会呢，基本上是在做预防医学的观念的推广。那本人在高雄已经办了健康讲座，已经有三年多。我相信在左南地区哈，有听过促病后遗心侠孤喝金寿啊，这个健康讲座哈，就是由我们协会主办。那其中有配合的单位有黄昭顺立委啊，张宏腾议员，陈梅君议员，陈丽珍议员。这些好朋友，好啦，也有那个我们现在啊，也有在准备9月20号啊，在左营福山里啊，左营福山里民活中心啊，也是举办我们的促病后遗心侠孤喝金寿的健康活动。那我们这一场呢，我们是邀请我们绿色医美馆啊王建国王院长啊主讲啊，主讲我们慢性病的预防。也希望各位哈，时间在9月20号。下午2点啊，到左营荣总部福山里民活动中心啊来聆听。那现场呢有乳癌症筛检啊，有那个老人的那个预防接种啊，还有有奖征答啊。这一次呢，各议员啊都有提供很丰富的奖品啊，来让我们里面呢能够来做一个互动。那健康管理协会哈，在我们董事长理事长那个赖连金赖博士的领导下哈，在台湾在大陆都有在举办活动，也期望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全民健康管理协会所举办的活动谢谢各位。今天我们中华两岸中华海峡两岸跨越领袖组织联盟总会在今天成立了，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中华两岸跨越联盟主席黄云黄主席来到我们现场，加入我们联盟，让我们联盟能够如虎添翼。我们也请我们的黄云黄总会长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所经营的这个跨越联盟总会的这个会务状况。那我们请黄云黄总会长来跟我们讲讲几句话。黄总会长好。好，你好。潘理事长，各位来宾，大家早安。今天呢，这个谢谢我们潘理事长邀请我参加这一次中华跨越领袖企业联盟总部成立大会。潘理事长是非常有智慧、有远见的现代的一个女青年，现代的企业的发展，这个要靠我们团队的这个组织来发展。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没落了要我们一定要整合各家的精英来合作成功的即可预期这就是现代的趋势。趋势就像一匹马，如果在马的后面追赶，你远远都追赶不上，
这个荔枝油啊，骑在马上才能够和马一样的快，这个荔枝油啊，这就叫做马上成功了，就等于叫马到成功。如何一次财富的提超的将要经历几个过程，那就是啊，先知先觉的经营者，后知后觉的追随者，不知不觉的消费者。我们大家反思一下，你和我有这都有错吗？要知道啊，人生比努力更重要的就是选择，与时俱进的财富啊才是源泉。请问大家，未来十年我们要怎么样去拼？这个我认为四个字，就是整、接、学、变。所谓整，就是整合资源，谁能够整合多少资源、多少管道，你将来就可以得到多少的财富。第二个是接，接就是我们造船过河，就不如啊先接船过河。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决策要有智慧。第三个呢就是学，今天的企业家赢在学习，胜在改变。古人说，夫不学夫不长，穷不学穷不精。第四个就是变，要想改变口袋，要先要改变的脑袋。这个社会啊，一直在淘汰有学问的、有学历的人，但是呢，不会淘汰有学习力、愿意改变的人。要知道啊，品牌98%是文化，矛盾呢，有98%是误会。资源呢，98%是靠整合。最后，我想这个去大家学的，做你没有做过的事情叫做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叫做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就叫突破。最后我要呼吁啊，请各位赶快的，大家整合起来，共同的团结努力，找到创造未来的远景。谢谢各位，完了。好，谢谢我们中华两岸跨越联盟主席黄英黄总会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中华海峡两岸跨越领袖组织联盟总部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很高兴，因为有他，让我们团结就是力量。谢谢，相信我们以后会更加的共荣共享，共同成长，好吗？好，谢谢。